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到新加坡的多美哥 Dobigo。 今天如果喜欢哆啦 A 梦的朋友啊，记得要看这一集哦。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看新加坡的哆啦 A 梦，然后它在博物馆的前面有一个展，那我现在就要去，那 Let's go。 噔噔，Dobigo 这边有个公园，一出来它出口 A， 出口 C 吗？出口 A， 我们是出口 A 出来，这边有一个公园，漂亮哦。哦，这边有一个公鸡 family， 有一个爸爸妈妈跟一个小鸡，对面有一个母鸡在看他们这个 family。哇，那公鸡好漂亮，这都是野生的哎。他一直在拨那个土，在干嘛？远远看啊，这边有好多公鸡哦，公鸡母鸡都有。这边是 Dobigo 的 A 出口，这边就有一个公园，很漂亮哦，超多野生公鸡在这里。得得得，稳定拍照器不行，然后脚架也不能拍，所以只能你手持，就是手机手持相机来拍。对，这样很可惜。我们现在进来这个纪念品店，里面的东西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巧克力耶，这是巧克力球哎，这样多少钱？巧克力球，这多少钱？还没有写。哎呦呦。One box brisket 16块，这什么坛子吗？啊，拼图，巧克力啊，拼图，哦，可以扔，哦，拼图吗？是吗？有 free 拼图啊，把 inside 的巧克力，巧克力拼图，我讲没错，多少钱？13块，哎，有几种？有草莓，哎，这是 raspberry。拼了吃掉，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的，哦，这还有一个碗，这个是什么？速度库吗？哦，这漫画，总共有4集耶，哇塞塞，
然后这个是这边是卖 brisket， 哦没有，这是 popcorn， 这是 popcorn， 三个18块。嗯，哎，对，我们等下我们去看店里面。那这是什么？披萨吗？盘披萨，这边用来披萨它做成像披萨的样子。盘是要这样收吗？嗯，它有三种，一二三。对，哦，这个很漂亮，这个不一样。披萨的纸材。哦 ，different blue。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这个你看看。$8 each。有三种，我喜欢蓝的。你喜欢蓝的？我觉得蓝的好看。$8 each。这个很美。对，这个漂亮。做成虾披萨。这个泡面碗，这是泡面碗。可是这个好轻哦，这个感觉不是瓷，它是珐琅瓷，它是很轻的。对，它不是瓷碗，它这个是塑胶盘。对，所以这个碗一个是8块，这个盘也是一个8块。我觉得蓝色比较好看。对，然后这个吃完可以当垃圾桶。垃圾吐司，那怎么数字写颠倒？这边有卖，这是 single bed 吗？ single bed double bed， 17块啊！哎，17块 actually 不贵耶，这49块。17块不贵耶，这是 pillow case 吗？哦，对， pillow case， 可以啊，一对 pillow case。对啊， pillow case 17块。现在欢乐100点。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CD box。还是 pencil box， pencil box。那这个是 cosmetic bag 吗？这个10块钱。这个放零钱的 coin bag 7块。这 sticker 是2块钱，这不贵。这个是那个放 lantern 的那个莱尔，9块钱。如果是 easy 应该有多好。那这个是什么？哦，这是 A4 size 的 bag， A4 size 的 bag， 这是10块钱。哎，这个不贵，这个不贵， A4 size 的 bag。然后这个是购物袋，购物袋是这也是10块，购物袋在这边。长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10块钱不贵啊。它还有这一种，这个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这个？这个在里面啊。2-in-1， 这个也是10块，折叠的购物袋10块。一只哆啦 A 梦，一只17块。那不一样哦。哇，我觉得这便当袋很可爱。便当袋，这放圆的便当，对不对？圆的还是方的？对，它有3种花色：绿的、桃的跟粉的。价钱写在哪？它没有写价钱。那这个没有写价钱，再去五张纸。啊，这个一个是8块，这个一个是8块。
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